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骑车穿越非洲的作者。我呢，今天已经从这里退房了。哇，好重啊！用上了我前两天在这个中国文化中心要到的一面新的国旗。我现在还是要到这个我们中国文化中心去，跟大家合个影，拜。哦，这个得慢一点喽。这里真的是，哎呀，路又窄，而且长得都一样，你这看星星、看月亮都没有用，头顶上就那么一点儿。好，我先出去，从这个地方。今天的话，导航都不需要的，我直接进去就到了。打算全副武装的跟这儿合个影。到了，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们，中国文化中心的秦姑娘，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，拉巴特，拉巴特。这一位呢是本地的姑娘，叫做金雨欣，她呢是在这个穆罕默德这个五师大学学的中文，现在呢是在我们就是中国文化中心工作，当雇员，这样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刚才跟你好好的聊了一下，跟我们的秦姑娘。有可能的话，我可能会再回到这里，到时候做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我们中国，文化活动的一些主题的一些事儿。好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一路顺风，好，光拜着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好了，走了啊，好，到时候微信联系。好的，拜拜，你小心点。好，我的话现在要去这个64公里以外的卡萨那边。也是一个中国大哥家里头住，联系好了，都联系好多天了。那大哥等我，等了好几个月。走，沿着这条叫做 A1 的公路走就好了，一直朝南走，就到卡萨布兰卡喽。看到这个卡萨布兰卡的牌子了，走。这边呢都在建设，看得像这种展馆，挺现代的这种建筑。毕竟的话，这边都是很郊区了。他们这还确实，即使是分国分城，这个工程之类的还是没耽误。这边应该在修路啊。那边呢，海天一色，大西洋，哇，湛蓝湛蓝的，天空呢是天蓝天蓝的，我都快热死了。继续走，我还有40多公里就到一个中国大哥家里，我要在他家住上几天，好好的吃点中国饭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，过一会儿有那个麻花，我吃点麻花就好了，吃点橙子。嗨，给这小哥给两个橙子，OK。他的话，我老远就看到他，他在高速公路上走啊，我就说也不容易啊，连水都没有，吃个橙子吧。环球品橙专家，这橙子也好吃。特甜。我的话还有30多公里就到了，我都不想吃饭，我想一口气到。到了以后，好好的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然后让那大哥再弄个中国饭吃。自从啊，我昨天吃了一个回锅肉，我到现在还回味无穷。这边呢有一个收费站，大家都在这排队呢。我看到前面有警察、警车了，按理说的话应该不会管我的，我只需要隐身术，
飘过，走位走位，看不见我。好了，收费站，你收你的费吗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他也不可能收我的钱呢、啊、再说咱兜里比脸还干净，也没钱。好了，我走这个杆过去，成功过了收费站。我要去前边那个城市呢，叫做穆罕默迪，大概还有20公里不到了。那个大哥家就在那儿，距离卡萨很近，一个小城市，算是这个卡萨布兰卡的卫星城吧，应该算是。吃点这个东东炸的麻花，这个麻花它做的非常好吃。我昨天说，我说这也就是在摩洛哥，如果要在国内的话，你给我带这一袋，我还以为他是买的呢。他做麻花真的是好厉害哦，跟在国内买的一模一样。快到了快到了，穆罕默迪还有400米就出去，然后还有个1-2公里就到这个大哥家的小区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哥刚发微信过来说，我饭都给你煮好了。哎呀，还好我没有吃，就吃了两根麻花。我看了一下导航呀，还有2公里啊就到了。这个就是刚才那条高速 A1， 我现在是下高速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四川老乡，他等我等了好久了，等了好几个月了。哎，走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用我们四川话就说，肚子都饿溜了。那边有个检查站，应该不会说是检查我吧？咱就隐身术，看不见我，就这样子进去就好了。好，终于啊到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加速，知道吧？戴个耳机，怕他出哨子，他都没反应过来呢，我就过来了，要的就这速度。这里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镇了，应该是卡巴布兰卡的郊区。我觉得住在这儿也挺安全的，至少说是越偏的地方嘛，疫情的可能性是越小，对吧？哎，走走走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消毒的，每个人都过来要喷一下。哇，我也要喷吗？喷一下吧，喷一下。哇、哦、好冷呢、啊、就在前面那个小区了，赶快赶过去。到了到了到了，还好有这个定位啊。走，这位呢就是我们四川光远的老乡，打个招呼给大家哟。好，你好。在哪儿呢？你家里？现在哦好，哇，哎呀，难道我下来推车？我来推车，推车来。对，你来推一下吗？我给来感受一下有多重。哇操，这个真行啊！真行！哇，我快热死了，也饿的都不行了。我煮好了，煮好了是吧？好了。行了行了。我为了你这顿饭，我中午饭都没吃。这个因为随便弄的，啊，也不是那个专门的。对对对，随便吃点家常的，我就舒服完了。反正还待久，时间还多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过来都没人管我啊！啊？检查站一个都没人管我。我直接先低着头加速冲就行了。
等他反应过来我就走了。哪个管嘛，你这个速度快哦，应该速度快啥哟，那个重力吓死人呢。我都热的真的都不行了，我等会儿洗个澡。洗澡啊，是那个我是怎么可以洗冷水哈，冷水都可以，没事，冷水热水哦。要上去吗？来来来，我来搞，我来搞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拆掉。对，怎么咋吧？练。从哪儿要鸡肉呗？来吧，几个耳朵啊，耳朵耳朵还可以。嗯，耳朵哇，要是来个四五坨的那真的是要老婆。哎喂，来个喂。等一下啊，我一点一点的拆了。好，行。哎，你来这儿多少年了？我2017年就来过的。2017年就到这儿了。2017年来过，但是要把这个国旗拿一下。哎，这是你。哎，我老婆。哇，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老婆。会说中文吗？简单的能听懂点。哇，真的。那这是往上。当然。我再给你录像，看没？你媳妇儿多大呀？20。哎呦，你可以。可以啥？我代表这个20万粉丝对你说一句，你是个高手。看来跟你混还是有前途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这说哪呀？我也该向你学习，你先去记住。不，我现在我。等一下啊，我先。哎。好了，准备上去了啊，就这样子。好。